我可以。我刚才说什么？我可以亲你吗？可以啊。我可以再亲你一下吗？不要脸。好嘞。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喂。哎，豆妹，相亲的怎么样了？你提起相亲，我就头怕难受，心里闷得慌。我说介绍什么玩意儿啊？岁数大这么多。大多少？大6岁呢，整整6岁。6岁其实也还好啊。是比王叔大6岁。王叔大6岁。哎呀！干嘛呀？不是，我刚才有个女的，刚才。我没有，来加个微信吧。对。啊，好，好。我想你。好了。拜拜。哎，小同学。啊。来跳个舞吧。啊，好啊，什么舞啊？来，开音乐。首先，夹腿伸手，歪头。喂，有喜欢的人了，要跟他在一起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来，给我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他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已经1年多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烦他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美女，你说你长得挺好看的，怎么净招一些渣男呢？以后跟那些渣男啊划清界限，明白吗？再说一句啊。我是渣男。不对。数第二句。那个，我是你男朋友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我有男朋友了。有男朋友了。不是姐，我要去谈恋爱了。姐，不是，姐，我帮你解围呢。姐，我刚才不是这意思。姐。你借我100块钱呢？没钱。你借我100块，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如何呀？真的呀？来，拿着。小样。啥时候给我介绍女朋友啊？我呀，意气风发的小仙女，娇滴滴又可爱。你配那100块钱吗？来，你把钱拿来，来，你拿来，来。这个，来，你就值这个价。行了，女朋友我也不要了，你就起开吧，起开吧，快走吧。哎呦我天，哎，烦死我。哇，这裙子好好看你。咋的，相中了？你也不看看自己啥水平，啥身材，什么 size 啊？啊，还想买衣服？你寻思寻思吧，啊，你好好寻思寻思啊！哎，动员，快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过来点，谢谢，旁边有人，来。哪来的锅？哎呀，啊，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？好啊，你打我，分手。再说一遍。分手。说啥？分。再说一遍。啊？那个亲爱的，我们去吃饭吧，开玩笑的。我就说你是开玩笑吧。玩笑。哇，老师迟到了。啊，没事。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哦，最近还是老样子。啊，等会儿，哎，不是，哎。直接猜够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先别吃。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天。我们刚刚坐下。那我们开始点餐吧。好。请问先生，你们需要点点什么？啊，那个3碗牛肉面。我们2个人呗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把你忘了，对不起。6碗牛肉面。我以为你刚才吃饱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再加那个一杯焦糖沙琪玛。一杯焦糖沙琪玛。啊，对。哎呀，你们这个音乐能不能关小声一点？我这一下午坐在这里吃东西啊，痛得头疼，感觉来到了酒吧，那个音乐啊，等一下，小姐，那个，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呀。你说吧，多少钱你才愿意离开我？那个，阿姨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5000。5000，祝你们幸福。阿姨，那个打五折，打五折。
他不配。